对于弟弟想要去找一个在电视上见过的一个女孩，他想去跟她求婚，您的态度真的是赞成他吗？就说这个小女孩，你了解她不？她说我不了解。我说你不了解，你咋的追求她？我一问她，我兄弟很反对，吓得我也没敢问。为什么不敢问了？因为为什么我兄弟十年前他在了外边谈了一个小女朋友，未婚妻，我长得很漂亮，叫我弟弟找上门女婿。所以您父亲不同意？我父亲不同意。嗯。我弟弟都很烦恼。嗯。很烦恼，他一起他走了。嗯。走了这算十年，他都没给我家里父亲的联系。也就是说，十年前你父亲就曾经反对过你的恋爱。对，十年前那个女孩，她让我们招到她家，她说我不去你们山东。嗯。我那时候年龄小吧，我说你不去不行。嗯。那个时候特别听父母的话吧。她说那你不来，咱们就分手。我说那分手，那我死活不来。那天本来该我出车。嗯。她说你怎么不去？我说我不去，你去吧。她去了以后，结果车翻了，砸死在广东佛山。那是2002年，阴历12月26号上午8:10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十年没进过一次家。为什么？